现在自由恋爱时的。欢小八，欢蝶豆花。应该体谅，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有骨气，全都不要。我爸妈。我爸妈气死了，还好你皮肤不太好，那是你没见我本人呢，五官就一般般了。那你没见我本人呢？你要求还挺高了，我就觉得我长得可好看了，咋了吧？我觉得我自己长得挺顺眼的呀，还五官一般般吧。你还找不着我这样的呢，我管你吧。听你说话我浑身刺挠，你出去吧。聘金200万，啥聘金200万这么贵？以前遇过一个，我娶他岳父送房一间。你要是娶我，我跟你说，你要是娶我有房有车。还得有存款的，我也有。你们男生就应该有，这是实话。我说的是大实话，男生是真的应该有，应该有房有车，这最起码了。像我们女生哦，有房有车的哦，在我们这很少嘞。欢神经。好多男生都输在了起跑线上，女人不需要这些。我真的是，其实我要是为未来后代考虑的话，我会考虑身高诶。现在谁没有房没有车？女生都需要幸福，我车就120万贷完了，你这会儿贷款买房买车，我心想，谢谢，我车没有贷款，我车全款，我自己买的。房我自己买的，我爸我妈没添一分钱，都是我这几年就是打拼自己挣的。关于后，我的存款也是我的，我没有，就除了吃饭花家里钱了，但是过年我都给爸爸妈妈包红包。其实就是我没怎么花家里钱，都是我给家里送钱，然后就在家吃饭花家里吃饭的钱。诱惑，谢宝宝，喜欢我可以点我关注，爱我可以送我礼物啊，五个宝宝就可以加我哦，站起来跳舞啊。我光电给你看吗，哥哥？啊，你们都夸夸奖，中中奖吗？我今天还没挣钱呢，没怎么挣钱呢。谢谢猪猪，我家土地都租人什么了？今天宝宝五个宝宝可以加微哦。
是赌博游戏。那你就刷宝宝，不要刷中奖的那个，你就给我刷猫宝宝，就当帮我过任务。你还能再刷一个呢，我知道，你绝对再能还能刷出来一个宝宝，越玩越输越多。宝宝不会中奖，宝宝不会有瘾。快点，你还能刷出来一个呢，我还想起你这事来了，帮我过任务。当帮我过任务做一份贡献，穿良剑。你怎么知道？你肯定充100呀，你充不了65。快点儿！这是娱乐平台，不算赌。对呀。嗯，谢谢你哦，大帅哥。妈。好了，给你了，谢谢。感觉对了就去。关对方正在输入，关微微一笑。其实说实话，我挺不好追的。欢迎巅峰。我就真的是可能自己眼光有点高，因为自己的那个。就是有能力，知道吧？不需要男人养，知道吧？再等年龄就大了。我感觉我挺高的，要不相亲就真的能想中。我咋跟你们说，相亲是就属于那种半推半就半强迫。我女朋友比你漂亮。男就是处对象的都觉得别的女生比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啊老婆啊都比漂亮啊。我比你女朋友高，我比你女朋友胸大，你还比不比？没遇到好的不如不嫁。对，这句话我也给你，没遇到好的不如不娶。哎，你这样跟我，你这样比有意思吗？猪猪，关回忆接起了疼痛。我有个儿，我有胸，我属于微胖，我不算很胖也不算很瘦。你不喜欢，好多男人都喜欢。台湾女人哦，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为啥会说台湾女人？你在台湾呢，你还说台湾？36D 正常。